不分熟女议员连任失利，罐头简讯报喜，我要结婚。劳工局要赶快调整你的角色，因为一例一休所造成的劳资不信任感已经非常高。妙因为都是民进党就放水，高雄市议员周玲文质询时魄力十足。外表靓丽、身材苗条的她，今年将满50岁。这次参选以低胸套装当宣传单，引来男性选民关注。结果1000多票之差，变成落选头5-5。但原本抱持不婚主义的她，开票隔天突然在脸书发文昭告天下：“我会把自己调整好，迎接人生的下半场，我要去结婚了。”是不是骇客入侵啊？怎么前一晚落选，隔天就宣布婚讯？但她的闺蜜邱意莹证实袭击呢。邱意莹透露，周玲问她男友交往多年，对方很疼她，给她很大安全感，所以才决定走入家庭。虽然还是要恭喜她，但落选加结婚，男选民这下可要扼住心碎了。地方中心高雄报道。